好，大家好，这个今天看着啊，有条消息说，前两天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曝光，福奇800多封邮件里边，其中有一封邮件，大家惊奇的发现，福奇通知家人要服用羟氯喹预防新冠病毒。在这个之前，这个老东西一直是说羟氯喹没有科学依据啊，这个羟氯喹甚至不让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服用它啊，说难怪纳瓦罗在这个福克斯电视台里边破口大骂福奇啊，双手沾满了美国人的鲜血，一定要送他上法庭接受审判啊，而且的话呢，这还放川普总统当初就说这个病毒来自于这个实验室，他这个否认啊，他出资给这个实验室啊，我们在过去说老东西真的是这个跟这个病毒有不正当关系啊，发生了这个不正当关系才到今天的啊，这个纳瓦罗真的是说全面的揭露了福奇啊是这个病毒啊 CCP 病毒的之父，与中共国疾控中心啊邮件往来背后的惊人的这个病毒的这些量啊都给他爆出来了啊，现在为止这个赛林博士下周说要会见几个国会议员，要求他们彻查严博士的以前的这个前夫斯里兰卡这个家伙啊，说他是怎么入境的，是谁给他提供的这些啊工作啊，是谁签发了这些文件，说他已经进行啊，对严博士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威胁等等这些事儿，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些东西，说美国有人违反法律方面协助中共为严博士的以前的这个丈夫提供了这个新的就业的机会，此人虽然显然是对严博士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啊，说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查他啊，甚至于起诉他，包括美国的这边说我们布莱克本啊联合罗比奥和科顿说要提出一个方案来啊，福奇让他辞职，如果你不辞职我们就要求拜登政府啊开除他到现在为止塔克也是在说福奇说攻击他就是攻击科学啊，说科学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它使于我们自己自认为已知事物的这个深刻怀疑，福奇自己失去了作为科学家的资格啊。实际上呢，我说他这个不是一个他标榜的科学家，他是科学里边的这个杂种啊，科学里边的这个败类啊。到今天的时候，居然再有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印度的病情没有了这个大幅度的报道了，而且印度的这个感染数据也急剧的下降啊，印度的这个医学啊上面说了啊，正是因为广泛的应用了羟氯喹啊，因为什么菌素啊，包括这个阿基霉素啊，什么这几种方法，这个很便宜几美分的一些药，说正是这些药物在可以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杀死这些病毒，好吧，这个为什么说要揪住福奇这个老东西？因为这个老东西从一开始啊，这个他们那个病毒研究所研究出来的时候出资啊，干嘛呀，跟他就有直接的关系。到了去年刚爆发的时候啊，他也一再在引领着这个风向，在说这个是来自于自然呐，这个什么不用太过于那什么呀。然后后来的话呢，不让这个不提倡这个说这个再说这个羟氯喹这些药物，甚至于给严博士的这个病毒报告设立了种种的障碍啊，包括他跟这个达达克还是咋总克啊往一起，他们是怎么样那什么的啊，这个赛林上校啊这个说了一段话，说在美国，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并没有为美国人民服务，它实际上是屈从于全球主义的经济链条啊，这个通过与中共的这个合作赚取大量的钱财啊，所有这一切背后啊就是福奇他们这帮人以及福奇背后的还有一些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啊，说最坏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病毒出自于他们的生物战争计划啊，这个所有这一切要查
我就说这个拜登，你说查中共病毒90天啊，你现在啊不要说这个离开美国，你在美国你就查查福奇他们这帮人，这是最直接的啊。福奇的这个邮件里边爆出来的这个病毒起源于 CCP 的这些事实证据已经相当明白了啊，美国人现在已经也把这个焦点目光啊这个清楚的就是看到了这个福奇这个医学界的所谓的领军人物，为了利益放弃一个博士医生的良知啊，把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啊这个人性啊都坏了啊，这个坏了人性了啊，就是心坏了呗。哎，他不是刚坏的，他以前就坏了的啊。这个福奇大杂克啊，这帮啊玩意儿，就是他们给中共病毒开了绿灯啊，为这个他们啊，在这个世界啊这个肆虐啊杀害世界人民啊，找到他们这个罪魁祸首。他不是最终的罪魁祸首，反正他也是协助啊，这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同时啊，赛林这个博士说的也是要查这个严博士的这个前夫啊，他是怎么来的，跟福林他们啊，这个有福奇他们啊，有没有这些直接的关系？他来这之后要干什么啊？这个，嘿，好在是这个拜登啊，到了英国这边跟这个英国首相啊，两个人也公布出来了啊，这个要支持彻查这个病毒啊，这个来源啊，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啊，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这个导向啊，就要全部的都导向这上来啊。反正到现在为止，你说疫苗里边不用才去争论它啊，打还是不打，有用还是没用，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先吃这些羟氯喹这些啊，这个基本的这个药物作为预防是100%有效的啊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呢，查出来了他们这些人啊，我还是那句话，让这个病毒争取啊这个杀死在今年啊，把这些病毒，如果他要是说这个病毒继续跨年，到了明年变异的啊，新的新型的等等啊，今天还有一篇文章里边说了，他们这个生物战的这个揭发了，他们生物战可以放在水里头，可以溶解在空气当中的这些他们都有啊，今年必须得杀死现在的这个病毒，同时啊找到毒源啊，避免明年他们穷凶极恶的时候还会使用更多的啊放毒的方式。好，谢谢大家，再见。